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状态之下，我被逼要去拿10个公斤出来，因为它一个公斤要加大概37块，哇！因为我超过10公斤的话，就大概370这样，我觉得红贼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找有没有 luggage， 那个曙光的机场只有一个地方卖 luggage， 哇，最便宜就是一个 backpack。370多块，我没有办法去想，所以我就一直在看，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马来西亚 bag， 这个有点第五版的 bag， 所以我买了两个，就把全部的东西都掏出来，然后 hand carry， 我只给了 extra 2 kg， 是大概70多块，所以还好。所以你们做 WiFi 的，你们要记得，现在只是剩下 10 kg， 没有 20 kg。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这相机，我买了新的相机 for vlog。因为之前呢，我用的是 Canon， 然后坏掉了，然后 Brian 就借我他的相机，就是 Sony。然后我自己发现呢，它抖之外呢，然后其实它的那个颜色的色值那个 filter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那个 smooth skin 的话太 smooth 了，所以要说这个呢其实是好像有一点点 smooth skin， but then overall 还 OK。 所以这一架我新买的就是 Canon V10， 就最近超流行的一个 vlog 相机。然后这个相机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它是有 wide lens， 所以我在手不用拿太远就可以跟你们聊天，不然每次呢我的手要拿很远的，我的脸才这么小个，不然如果我拿这样子的一个 distance 的话呢，我的脸就会这么大个。所以啊，这个相机非常轻，好喜欢。 OK， 讲一下这次我回来比那个目的是什么，等一下你们就知道。So，先等我回家吧。因为热天。嘿呦呦，我到家喽！看我家里的这种背景呢，很不熟悉呀。我没有回家。Actually， 这一次嘞是回来过妈妈60岁大寿的生日，她在Penang举办，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回来了。因为人很多，所以呢，我们整个家人呢想要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在那个 Turf Club 那边呢租了一个 Airbnb， 真的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就是很尬都可以住在这里，就可以 spend time。Hello， 我的 niece 出现在我的 vlog， 刚才问我，他想说，are you still filming？ 好像 yeah of course， 因为我上次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一直拍我的 vlog， 所以他还记得。现在小孩子真的是很 smart。OK，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一个重要，我们全家人呢就是，要去一个地方。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等一下去到呢，就跟你们说。看，这就是我们住的 Airbnb， 哇，好大哦。我第一次住 bungalow， 我住的房间呢就在这边。Yeah， OK。See？ 哇哇哇！我责任重大，我在好多人在后面哦，小孩子。Who's car is this？ 老人家。Better， 不过。在我身后，教堂。这是我妈妈从小到大来的教堂。我妈妈从小到大，我没有从小到大，小到大就是我了，小到大都会陪妈妈来。他们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早上呢都会来教堂的，因为妈妈已经是 Catholic 了嘛。我呢，我不是，我还不是，因为现在还年轻嘛，就漂泊不定的，不懂自己的宗教是什么东西。哎，妈咪到。
Emily， 今天呢，我来教堂的原因呢，就是特地要在这个时间到呢，就是因为这是今天是爸爸的大日子。爸爸的大日子。Baptize 华语叫你，就洗礼叫你，洗礼。今天是爸爸洗礼啦。呀，然后爸爸也是现在决定跟我的妈妈一起洗礼，因为他以前一直不喜欢去教堂的，然后现在他终于决定了这一个东西，每一个礼拜跟我妈妈来教堂。It's a good thing。Good morning. Oh, is this a pay vlog? Good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你来啦。Yeah. 他今天坐很早很早飞机来。哎，我还没有跟你们看我的房间。我住在 master bedroom， 三楼最高层，给你们看。哇，好大好大。这边有一个小客厅，然后外面有 balcony。然后这是 walking wardrobe， 然后进去厕所。Hi, Uncle Coffee. Hi, Uncle Coffee. Hi, Uncle Coffee. 准备时间到，现在5:30我要出门了，嘉宾6:30陆陆续续回来，所以现在要马上准备。OK， 所以妈妈今天的60岁大寿呢，有一个team 就是聚光博黑，然后大家呢都是那种 monochrome 的。然后妈妈呢穿什么颜色呢，她就是特别点啦，因为她是主人家。她说我选择了黑色，我的衣服呢其实 ，baby， 连她也没有看过我的衣服。其实我的衣服呢是完全可能没有跟主题啦，然后是有一点小性感，因为。必须要穿这个，姐姐，你来，可以呗。我先给你们看我的衣服是长这样子。OK， 它只是吊杆，这是它的一个 sleeve， 然后呢，它裙子就是这样子，变身，变身。OK，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outfit？ Master， 能看到吗？这个是那个 sleeve 啦，然后呢，中间就是其实是这样子两套式，然后呢，旁边呢就是全透明。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呢，它就透明，所以我必须要穿 T 恤，所以 overall 是这样子。你美吗？美。Sexy？ Sexy。看，看我没有搭吗？哈哈，哎呀，Ring ring， Hi。Handsome， 哇，好想有你 ，Malaysia。然后他，哇，你看我跟我妹妹的衣服，两个都是酷路狂。因为我们是穿一样牌子的，我买过后觉得说，哎呀，就一起买。哎，那是我新加坡的姐姐，后面就是姐夫，他是今天的 MC。Hi。Volunteer 还是 baby 的 ？Baby 的。赔$5。FOC 的。你今天穿啥呀？今天穿就是这样子。有一个 bling 的包，要聚光薄黑是？你觉得我的衣服有聚光薄黑吗？没有啊，你是薄露啊，没有聚光吧，薄露啊，薄露光。Here we are here， 在这个 Planters Lounge，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E&O 是 like Penang 最好的一个酒店啦，最。那个 vibe 是最好的啦，所以呢就选了这里。这是我的大舅 ，Hello。喂，小林。
drink 啦，冇 drink 啦。I love the table setting。这个是 sticker，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拍照片的 Polaroid， 然后粘在这里。Bling bling。Beautiful， 她是今天的主角啦，我妈妈。其实呢，今天呢不是她的生日啦，她是在九月进行，她生日在10月10号，所以那个日期呢她要去旅行了，所以她就选择今天这个日子，侯雅姬就做生日。然后今天来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哇，还好啦，不介绍了，就如薇介绍吧。你介绍了，还好啦，这个服装啊，应该是不会适合你。你找了蛮久了这件衣服。找了一段子，然后 OK， 他的鞋是 match 的 silver， 然后他自己粘的这个指甲甲片，然后 overall 头发今天给人家 set 妆这些，哎呦 ，OK， beautiful， OK， 你可以走了。嗯，能看得出来我妈妈今年60岁吗？60岁可以长这样子呢，真的是保养得太好。然后他是如何保养呢？就是做运动，吃健康一点。这样走到这里来呢，就是哇，他的 backdrop 太美了。说到这个 backdrop 呢，是我跟我妹妹就是一起的，想看还有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说呢，如果来一个比较复杂的呢，就没有选择来这么高贵，所以我们选择呢就是白色。不，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字体的下面拍照，或者是在这个草那边。所以还有两个选择。Overall，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是我妈妈。这个是什么？阿浪哥。我妈妈，我是我从小到大玩的朋友，所以是住在 Penang 的朋友。Hello， 哇，感谢你，你把我爸爸很少会穿过的，也是为了妈妈的生日穿的一件。然后一句，Hello， 连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那这个我应该有介绍过吧？反正舅舅没有来，我妈妈也是很少，有时候常年的朋友，对，随时都要来，我一定要来。
我开机就是 good morning， 虽然不是啊，虽然是下午。OK， 你看我们今天全部欢迎娜娜。Hi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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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ning.OK， 那我们两个在旁边举办，大家可以你要举啊，还有一些可以这样在旁边这样啊。这个弟弟拍照不认真，哎呀。OK， 好，一二三，拍完了，现在我们要去找东西吃，要吃晚餐。哇，很累耶，我刚才跟。我跟你讲说，这冰城真的是很累。回来哦，就是 sleepy mood， 因为回来就是一定有 CBD， 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每天的活动都很多。对，现在我们要往晚餐的地方去。现在其实很早了，可是我也是很饿了。来到了这个爸爸胖，爸爸胖我第一次来，是我妈妈带我们来的。我看一下爸爸胖 traditional 牛肉火锅。我们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来决定，因为我们没有 book。真好，我们终于 check out。 我跟你讲，我昨天真的是来这几天都是睡不好的，回到槟城就是不想要出门，想要在家的概念。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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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老公回来。拜拜奶奶，老公回来。拜拜奶奶。现在我们十点钟的飞机，我们 supposed 出去外面 cafe， 可是没有，我们选择在家 chill， 因为家太舒服了。你看呢、哦？这是家的门口来的，门口出来，全部坐在外面这边，这是行李，在那边 chill， 小小的空间。嗨，嗨。爸爸打包晚餐肉来，肉燥面，葱油面。回来了啦，就是工作的第一天，今天呢就是有开会。So, 我要做个 recap of the Penang trip. So overall, 是很开心。我没有时间按电话，真的是 spend time。如果真的是有 follow 我的人，就会懂我真的是非常的注重跟家人 spend time 的时间。So, yeah, 希望这次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聚会。接下来会和家人去 plan 去一个旅行，那个时候也会再 update。Yeah, that's all.Hope you guys enjoy the Penang trip and 祝我妈妈生日快乐。Yeah, I love you, mommy. 就是一个一句感言吧，一句 message 吧。Yeah, so I love you forever.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我想要睡在家多一点点，但没有办法，太多人了，小孩子。然后于凤飞，呀，操！我跟你讲过多少次，恭喜于凤飞，呀，那不该哎，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在被单里面放屁。哥们，有，你看那朵皮在外面放屁，你臭。